方只有睡一间房间吗？这有什么好紧张的？许怡然，别自作多情了，不要再想下地的话了。 徐然，你在里面吗？不说话，我进来了。徐然，徐然。要是您看到这种情况，也意见蛮大。贺先生。 作为建筑设计行业里德高望重的泰斗，您对旗下的领域发展有什么想法？可以说我们现在赶上了好时候，风格百花齐放，内容不拘一格，尤其是像华星国际影视主题公园，就很新颖。贺先生对那个项目也感兴趣啊？当然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嘛。华星公司这个项目，我们非常感兴趣，相信在未来的招标会上，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。那听您的意思，这次是势在必得了。大家拭目以待吧。作为设计界的前辈，我希望广大优秀的设计师能够积极的参与，大家公平竞争。徐然，徐然，你醒醒。徐然。 怎么样了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你这是生病了，又不是出车祸，装什么失忆啊？套套，他去买套套。怎么是体温计啊？你以为是什么？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。 37.9，低烧。刚刚在大堂就觉得你不太对劲，可能是在车上受了点风寒吧。来，先把药吃了。